最后一把蛇女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我们对阵的是泰隆。泰隆，如果你不摆布他，泰隆其实不太怕蛇女。他没有带惩戒，我一级的话呢，学个 Q， 我点的是彗星。现在蛇女的打法变了，彗星流打法，胜率非常高。我 Q 一下，彗星砸一下，35加95130，再加这个灼烧140，非常的空。但是这个 Q 呢一定要出的准，他这个皮肤很炫，不着急 Q 他，等他补刀的时候。哎，你走位再好，你总要补刀对吧？你看你总要补刀。哎，我耗你，你看这几个 Q 的他好痛啊。你走位再好，我就趁你补刀的时候 Q， 你就没什么办法。哎呦我靠，这波毒啊，你这个就那你就完蛋了呀。哎哎呦哎呦我靠，这小兵很烦很烦，但是不亏，因为我拿的一血不亏啊，而且这个兵线又好，这泰隆很伤。没想到把我换了，小兵补了两下伤害，但还是很赚的，这兵线很赚。他这波没闪了，他三级，他没有吃到我的经验。好，一牙两牙三牙四牙，不是你五牙，好，直接回家了啊，这个就太痛了。哎呦完了，是这个跳斩狂蓝 buff 武器的，哎没敢追，好把他打回家了。行，那我们也回家一波。哎，为啥？追不到了，算了算了，不追了。女神之泪我们不要了，不出女神之泪，直接出这个。离你的敌人远点，成型很快，不需要女神之泪过渡。这个泰隆到六级还是能秒我，他在疯狂的埋长剑，他的等级并不低。接下来我要安心的发育了，不能再想着杀他了。丢他，丢他就好，丢他就好。好吧，行，来一下。对，我主 Q 的 Q 人很痛，一人就没那么痛了。把这线控在我这里，我带错一个天赋点，带了一个这个东西，搞错了，没注意换，打的是 AD。 嗯，不见了，
两下就够啊，两下就够，不能贪心，贪心容易出问题。平 A 接 E 打钱很稳，这波武器大师来我可能会死，所以我要怂一点。你看一个 QQ 他好多血，果然来了，给他个缓速，不让他追到我。哎，好，行，不追，我们要把他打残，不然的话太伤了，打残了。我这个 W 很重要，没有这个 W 我就死了，这泰隆只要跳过来我就秒了，没闪的。这样把药补满，我两个 Q 把钱收掉。好 OK 回家，行，咱们回一波，没蓝了。张杰，我这波不能打，这波不能打，不买装备这波很伤。蓝可以不收，但是我们也要回家啊，买个张杰。第一件装备，炉灯的回声，配上我的这个东西，伤害非常高。上去了，赶快推他一波线，两个 Q 把收掉。好，发个眼，这波塔皮可以吃，我剑圣在，上来尝试一下。好，毒道就很痛，毒道就非常的痛，点一下，再点一下，再点一下。他现在有点被我压制的状态，51刀，其实还行啊。蓝量太少，不然我可以考虑二闪杀他一波。他的武器大师好像推了一波，行，我这波。他还不回，说明武器要来帮我吃个药，来勾引我。不怕，他泰隆跟不上，不虚的。啊！再吃个药。好，这个炮车我可以选择二闪秒他，看看有没有角度。他以为我现在很怂的状态，其实不是。好，二闪成功啊！这个就跑不了。他反应不过来，因为我是二闪。好，吃一层塔皮回家，我没闪了，但我下一波有金身可以保命。但是他的武器大师被泰隆，我还是要当心啊。这两个英雄太 OP 了，好，我们回家。他在那个炮车最后一下，然后呢我又被抓了一次，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我肯定不敢打他的啊，所以呢我们出其不意，逆向思维，突然给他来个二闪，他这个肯定要吃的啊，不管他经验有多老道，他还是被我给秒了。好，我现在的优势还不错，但是我不能浪。蓝不太够用啊。好，我武器毒了，现在毒一下很痛，小兵直接毒死，塔皮不贪，
没必要上去搞他。我现在上去骚扰他，只会被打野抓。所以我现在的骚扰其实没有意义，反而增加风险。啊，与其这样，不如就打你的钱，等他武器大师出现在边路。嗯，这挺好。嗯，好，一个毒把小兵收掉。好，就躲起来发育，让他的打野看不到你。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减少他来gank你中路的这种几率。我一般在玩打野的时候，看到对方老是消失啊，我就不想去抓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很阴、很刁、很难抓，抓他浪费时间。所以我们我很怂，但是呢，你的怂不是一直的啊。你比如说他这个。你比如说他武器大师，他在上路了，对吧？那不一样了呀。但不要过分啊，能毒就毒，毒不到就拉倒，毕竟蓝不多。好，来，我们打个蓝 buff。我现在的炉灯的回升够了。提信号下去了，好，来不及，好，他们要打，这个打其实有点危险啊。这泰隆的熟练度还是很高的，往我这边跑，喷一喷二没喷到，但是不怕的。哎呀，没有毒中，我靠，哎，按错了。蓝不够了，没事。哎，他有闪现，我靠！哎，我想杀他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蓝不够了。先出个这个吧，把这个做出来。这一波只能说有点贪心。而且这个地方没有大到贾克斯，有点奇怪啊。如果都大中的话就不一样了。这波总的来说不亏，总的来说不亏。按错了刚才。还行，能接受。你先说。这波有闪，上路不见了。想想我能提供的东西吧。城墙下去了，肯定是来不及了呀。快不来了，看中塔能不能推了，好像来不及。他的泰隆从下路来的，应该是没大招。这波他我可以过塔压他。不要抢他大鸟，抢不了啊，他肯定最后一下会 Q 的。再点一下，塔快掉了。这波很好，这波他们下路并没有赚。好，
哎哎哦，回家看一下我的晋升。哇，他的鳄鱼发育的非常好啊，居然等级已经到达了12级，这个有点肥啊。3个人头，我们来搞一波，这波他绝对想不到我来了，很好。好，被还书了。OK， 搞个助攻。这一波呢不太敢过去，我还是从这里走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非常的聪明啊，对吧？浪费了他一个大招，他没有想到我居然 A 了个爆炸果实溜掉了，他以为我有眼，地上并没有。意识，我差一点钱，给我吃个钱。哦，够了，撤。这个龙我们争一下，我现在是有金身了，这个就很厉害，不怕他们的这个突袭，武器也好，鳄鱼也好，泰龙也好，现在有点无力。这个金身他们很烦的，很好。先把龙拿了，哎，对，哎，先把龙拿了。好，我们来吃个蓝。来了，感谢无聊刷刷的，我靠，你这几个意思？2700个。棒棒糖，谢谢，感谢自作多情的1314个小飞碟，感谢，感谢无聊兄，谢谢无聊兄，今天消费起步，在这里起步20万。没有蓝 buff 有点伤的呀，我来了。把他留下，我这波蓝还行，够打。这个贾克斯和这个 ADC 都得死，我们先喷一个 W。 好，上，哎，不敢上的，一牙两牙，好，蓝 buff 到手。这波他阴我不怕，我后面有个女坦，我他不敢。哎，我真没吃到这个炮车，他如果吃的话我们可以尝试。没事。哎，我要很烦，这叫什么？我在勾引他，老鼠无敌。哎，这一波感觉有点浪，有点浪。还是不能浪，我在勾引他。哦，完了。好，风筝他，不错，好像追不到，漂亮。哎，撞死了。这个红蓝 buff。赶快先把冰杖做出来吧，我先走了。他这个辅助挺烦的。感谢无聊刷刷的超火，哇，超火轰炸又来了，
无聊兄无以回报，三个超火，非常感谢，一波三杀送给你，下一波团战三杀。蓝好，这种出装的确会很厉害，但蓝有点缺。哎，逮到，但是红蓝 buff 没拿到。我大招出的很快，他想打一套就隐身，他已经想好了。但是我出招太快，得回家一下，得陪我把这个打了，给我来个蓝，我兵仗够了，让我把这个打了。哎呦，蓝没蓝，快走快走快走，蓝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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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蓝，我靠，尴尬的一。哎呦，一个 W， 没事，好的，转角来一个这个东西，我蓝不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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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泰隆来了，泰隆来了，泰隆来了，在这里。行吧行吧，收吧收吧收吧，别浪，有点浪，我感觉我拦不住他。可以，浪的不错，浪的可以，有时候就是要浪一点。没事，我有蓝，你吃。你吃，我走了。冰杖做出来。感谢无聊刷刷的三个超火，太感谢了。注意脚下，来大龙，现在有蓝 buff 够用，我这套出装缺蓝，但是伤害高，成型快，在23分钟我能够达到这么样的一个伤害值。来来来，好，不怕，我在你们的身后。好，我在你们的身后。好，不怕，我在你们的身后。逮到一个毒，死了。好，一牙，两牙，三牙，管束五牙，全部带走。好，三杀送给无聊刷刷，多送你三杀就送你三杀。相信我的控场能力。好，我们回家来一个面具。哦，把这个卖了，来个这个，送你三杀啊！不要奇怪我是怎么做到的，五杀也可以的呀，四杀也可以的呀，都可以的，只是看我们需要不要这个人头而已啊。现在有金身，有大龙 buff， 一波把他们推掉，我得控蓝。好，先开 W，给个大招喷住之后，他有闪，没事，你逮他，我蓝不多了，做出爆炸。鳄鱼被我毒中，他就跑不了。
把它定住，仙人指路。一咬，不掉喽，没蓝喽。好喽，溜了溜了，他50块，把这个吃了，回家正好。难得你的折磨，好。这波有闪，有大招，给大家来一手二闪，晕五个，然后四杀。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OK， 好，我们推下来，看我们大招释放的时机啊！别看他们刺客多，他不敢突我，我有金身，没蓝喽，回家喽！来，我去吃个蓝 buff。来，他们不敢守，蓝 buff 在鳄鱼身上，我看到了。你们先上，给他们先上，看他们敢不敢反打，反打我就二闪。这个位置太过了啊，不能搞到这个位置来了。我们猜，好，不要太过分啊，太过分不太好，不要太过分啊。好，二闪，哎呀，脖子啊，脖钉。